我们第三站要去哪里啊？第三站吃饭，日料店我已经订好了，就在楼上。喂。哎，段段，在哪儿呢？陈开义，你这两天是盯上我了是吗？哎，我这不是关心一下我的搭档吗？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的搭档非常好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有事吗？哎，吃了吗？没吃的话一起呗。不用了，我正要去吃呢。吃什么呀？吃浪漫大餐。跟叶家辉吃浪漫大餐。胖丽丽告诉你的吧？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啊，反正我就是宣布一件事儿，我也要吃浪漫大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？你别生气啊，我也不是去拆散你们的，就是去加入你们。哎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多一个人吃饭也香啊。告诉我吧，你们在哪儿呢？不用了，你自己吃吧，谢谢。哎，哎。我到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咱们说好的三人大餐，你别忘了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别呀！俊俊，你怎么穿着裙子啊？好漂亮啊！哎，俊俊，你能离我远点吗？求你了，俊俊，你能不能别再叫我俊俊了？不，哎，别，你再多吃点儿，你吃点好的。我这都到了，钱开义，你闹了一天了，你还没闹够吗？不是，我认真的，何顿，你再多吃点。我告诉你啊，叶家辉那小子，他要是没让你吃好喝好，我跟他没完。这钱开义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嗯，不用理他，我们走吧。那个商场海报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到了，怎么样？惊喜吧？惊喜，太惊喜了，但是。能不能麻烦你让他们先给撤下来啊？撤掉？为什么？这个点儿，商场那边的负责人都下班了，最快也要明天。明天？这是台里固定的宣传模式，之前都拍过。什么海报？我跟你拍海报啊？阳光清晰，匆匆经过你的身影，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语境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。Thank you.